另外宋小白也被下人给赶了出来，他的东西被扔了一地，十分凌乱。宋小白，你不听话就拿着你的东西赶紧滚吧，以后别来了，你和我们家已经断绝了关系，你可要记住了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是奶奶留给我的，你们凭什么赶我走？就凭我是你老子，房子如今是在我的名下。宋小白难过不已，他想要上前，但是两个保镖拦住了他，不让他进去。而这一幕都被不远处的杨斌看在眼里。杨斌知道小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于是悄悄跟在小白的身后。小白，你没事吧？斌哥，我没事，就是被赶出来了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杨斌看向了宋府，小白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哪里有亲生父亲将女儿赶出去的道理？哼，你一个小小的警察，别在这里多管闲事，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，跟你没关系。再说了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房子。霸占女儿的房子，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。哪里来的乡巴佬，赶紧给我滚，不滚的话我就报警了。那你报警啊，我就是警察。对，你还知道你是警察啊，竟然干预别人家的事情，看看到时候进去的人是你还是我。斌哥，算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不然真的会连累到你的，你身份特殊，不能为了我毁了自己的前途。好，我们先回去，然后再想办法，一定会拿回属于你的东西。他们俩回到了杨水水家里，杨华也被叫了回来。听到宋小白的事情，杨华也是很无语，这宋家的人简直太过分了，竟然这样对待小白，当我们杨家的人都死了吗？大哥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当然有了，一个小小的宋家而已，如今我新华集团做得如此大，想要对付宋家不是很难，我会让他寸步难行的。还是大哥厉害，小白你不要担心了，大哥会为你出气的。谢谢大哥。对了，小白，你奶奶就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遗嘱之类的东西吗？如果有了遗嘱，那就好办了，可以向法院申请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他们也不敢阻拦。奶奶走得太突然了，以前她是说过把名下的财产还有那套别墅送给我的，可是我现在没有证据，奶奶什么也没有留下。那就麻烦了，没有遗嘱他们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。正在这时候有人来了。请问一下，宋小白小姐是在这里吗？我就是宋小白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是这样的，之前你奶奶在我这里留下了一份遗嘱，说她要是去世后就把遗嘱给你，所以我今天是来送遗嘱的。前几天你怎么不来啊？宋奶奶都已经去世好几天了。真是抱歉，前几天我刚好去花果山看我那孽徒了，又去了女儿国一趟，耽误了一段时间，我也不知道老太太已经去世了。我回来以后得到消息，第一时间就给你们送来了。这是几年前老太太找我帮她写的遗嘱，而且还是经过公证处公证过的，这遗嘱真是有效。宋小白看着遗嘱，眼泪不争气的再次流了下来。原来我奶奶早就替我做打算了，连遗嘱都提前立好了。有了遗嘱，这下就不怕了。律师先生你好，既然你是老太太信任的人，这拿回属于小白的那一份遗产就交给你了。你们放心吧，没问题的，遗嘱真是有效，只要拿到法院去，到时候法院就会判决让对方把属于你的东西还回来。小白你不用担心了。通过努力，宋小白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，立马和杨水水他们前往了别墅。宋母看见宋小白又回来了，大吃一惊。死丫头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这个家里容不下你，你怎么不赶紧滚？难道是你自己想通了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不妨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们两个豺狼夫妻简直就是在做梦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该走的人是你们，现在就收拾东西赶紧给我滚吧，离开我的家，这套别墅是奶奶留给我的。死丫头，你真是冥顽不灵，这房子已经成功过户到你爸爸的名下了，怎么还是你的？别异想天开了。你们别得意，你以为我们今天是空手而来让你们看笑话的吗？杨水水刚说完，宋小白便拿出了一张法院的判决书。看见没有，这是法院的判决书，我还有我奶奶的遗嘱，奶奶的遗嘱上面写了，她去世以后名下所有的东西都留给我，包括这套房子，所以现在该滚的人是你们。宋母和宋父大吃一惊，他们不敢相信老太太竟然还留了一手。宋母看向宋父，哎，千刀的，没想到这老太婆竟然真的留下了遗嘱，简直可恶，你不是说她没有立遗嘱吗？这下怎么办？明天就是儿子带他七个女朋友回来了，如果房子被收回，那儿子的幸福咋办？卡，七个女朋友？你儿子是属马的吧？还是种马的那种？